是的，逻辑基本上就是说，因为它的位置刚好距离 A1 嘛，这个相差1嘛，这个相差5嘛，啊，相差反正就是4的倍数嘛，再来，15应该是9了哈，OK，相差4的一倍、是两倍、是三倍了哈，所以，然后我把那个公式先产生之后，然后再用 offset 分别把它加上去，所以理论上原来公式第一个 step 了哈，就是这样子。一加上 row 减掉二乘上四的倍数，OK 哈，我觉得这种概念蛮重要的，因为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需求哦，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公式的变化哦，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多多的练习，尤其像 colon 跟 row 啊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常会用到，它有点像穿针引线的角色，它如果不你如果不会。哦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你怎么产生刚好你需要的那个数字？因为如果有那个数字之后的话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数字有没有？所以原来是一到多少？1到29，那就是四的一加四的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、五倍、六倍、七倍嘛。OK 哈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。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公式，再把公式减下之后哈，再放到那个 offset 哦，所以最近使用过的这边 offset 这一个哈。然后就是把它，这个是参考哪一个位置？参考 A1 的位置，OK 哈。那第二个话是相差几列哦，OK，所以相差几列嘛哈。然后就是这个把它贴上啊，这边是相差几栏哦，那就是零栏，OK 哈。哦，所以这个假设 OK 之后的话，就记得最后这个要把它锁起来，这样公式就完成。向下拉，其实你的部门呢？也就可以顺利的帮我把它带过来哦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点呢，我是建议各位慢慢要习惯哦，要慢慢看懂这个它那个函数前面给你的这个参数的名称呐，有没有？像这个都还蛮常会看到的 reference，反正以后看到 reference，意思就一定是参考哪个位置啦。那有可能是一个储存格，也有可能是一个范围。好，OK，reference 就参考的意思了哈。好。那以后看到 ROW 就列嘛，吼，这个是 COL，其实是全称应该是 Columns 啦，可是它缩写了，它叫 COL，就其实以后看到栏，那这个是高，这个是宽，那高跟宽我们其实不需要了，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用到过这两个参数，至于好不好用，如果你刚好用到宽跟高，也许你也可以再试试看。它好像也可以给高度，可以给宽度，OK 哈，只是说，这个其实倒也可以试试看。以后如果你假设希望带过来资料，还可以让它自动去调整它的栏宽跟列高的话，其实 offset 也可以帮上忙哦。OK 好，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向下填满，那答案就 OK 了。哦，那当然你说老师，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，有没有别的方式了？哦，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用函数的方法。但如果你假设不是用函数方法，你假设用那个，也不能说土法炼钢，会比土法炼钢来的更聪明一点的方式的话，哈，其实还有一招，我记得有一个方法还蛮好。假设你这一栏子，你就可以第一个哈，把这一栏对吧，把它复制过来。以后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哈，比如说像，你要的资料哈，它里面呢，其实你是 call 过来之后 OK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中间都放了很多的空格的话，那你可以快速的把那个空格删掉，那不就也 OK 吗？对啊，不过啦，当然这个不是函数啦，这个是一个算是 Excel 里面的一个秘技吧。OK，那这个一样，我觉得学起来也蛮好的，因为以后如果你懒得去想哪个函数的话，这也是一招哦。哦，那怎么样可以把 A 栏 call 到 H 栏，然后呢把那个它中间的空白快速的清掉的话，哦，顺便教各位一招哈。第一个，你把 A 栏整个选起来，复制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直接贴到 H，贴上，哦。但是中间的话会有很多这个空白的地方，空格的哈。啊，如果假设你要一下子全部把空格全部删掉的话，也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用过的功能，寻找与取代。那你可以找那个什么特殊目标啊，这个其实可以顺便学一下，有没有？在寻找在哪里呢？常用里面的寻找与取代这边有个特殊目标，所谓的特殊目标，其中有一个空格啦，
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特殊目标里面的空格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范围里面的空格嘛，哈，然后再做什么，好吧，删掉就好了嘛。哦，啊，这个当然不是函数啦，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个，怎么讲，懒人的方法，哦，如果你假设你懒得去想，啊，那你可以啊寻找特殊目标的哈，然后呢，里面有没有空格，有空格的哈，哎，所以以后空格这个蛮好用的，我还蛮常会，因为懒得去写程式，没事不会一直写程式，如果简单的事情的话嘛，那你就空格，这个时候他就把空格选起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就找到删除，对不对哈？删除储存格比较好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它删掉，然后它资料要怎么样呢？往上移嘛，对哈 ，OK， 有没有？这边删掉删掉啊，往上移不就放这边？删掉再往上移，好，好，可以不要选错了啊、哦，预设好像就是一个你用预设的删除，这样就 OK 了啊，把它点掉，哎 ，OK 了耶，好，你这样好像比较简单哦，哦，可是我是觉得这个。刚好是空格啦，如果未来不是空格呢，不是，比如说可能是其他东西，对，那就也没办法，因为刚好这一题啊、哦、它的好处是刚好是空格， OK 齁、哦、所以齁、哦、再做一次，这个应该还蛮好用的，一把 A 栏选起来，对齁、哦、然后复制它，对齁、哦、二的话呢把它贴到 H， 贴就是贴上就可以啦，所以第一步比较简单，大家都会复制贴嘛齁、哦、不会的部分应该是这个地方寻找特殊目标齁、哦、记得齁、哦、找空格啦，有没有？然后空格里面呢，再删除它。删除很简单，要不然按右键这边也可以删嘛。哦，要不然就是这边也可以删嘛。哪边你看你哪边习惯的哈、哦？如果你比较正规，我觉得这边嘛、啊，这边比较 OK。删除储存格，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。哦，试一下好了哈、哦。当然，你如果假设你经常会做啦，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动作录制句集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可以变 VBA 了。也是个一个方法嘛齁 ,OK 啊，画面一下还给各位一下齁、哦。